妈的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刚刚还嘲笑我走了。瑞哥，我刚刚只是太慌张了，我想着回去找人帮忙，结果半路被抓了回去，都怪江月然那个小贱人。一定是江月然放的火，他早就跟那个臭和尚勾搭上了，这段时间就是在玩我，一定不会让他们好过的。趁现在换班没人看守，你回去找人帮忙，我这就去找江月然算账。哎哎啊！